40岁的林心如20号大方公开与小她4岁霍建华的恋情，正式脱离黄金剩女之列。林心如经纪人也对两人是否有望闪婚表示顺其自然。之前赴青岛探班男友的林心如21号下午从当地返台，在机场免不了被记者追问感情相关问题，其中有记者脱口而出：“你男友很帅耶，超好的。”让林心如立刻露出甜蜜三笑，一个表情回应当下藏不住的开心，当真是甜蜜指数爆表呀。而对于外界好奇两人是否真有喜，他娇嗔否认哪有这么快了。又有报道指出，在大陆工作多年的霍建华正为了女友打算回台定居，问林心如当时会不会搬去跟男友同居，他则再次否认。虽然否认，但问丽华哥去台湾找心如不就好了。